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咗一年一度嘅 Chinese Got Talent 啦，唔知今年又有啲咩正嘢睇咧？啱啱睇个节目表啊，原来全嘅同学仔咁多才多艺噶喎，真系唔声唔声吓你一惊啊！真系噶，越讲我越兴奋添，我哋快啲开始讲第一队啦！得啦，快啲去。第一队打头阵嘅系 Triangle， 分别系 2A 苏明俊、2C 黄楠同埋 2D 宋嘉宇。咦？是跳舞喔、哦、是啊，他們會表演 How should you like that 和 Ice cream Blackpink in your areas 不要玩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快點去片。Like
頭先嘅表演真係好精彩啊！係啊，我都忍唔住跟住佢哋跳啊！而接下嚟就係第二隊 on game， 但佢哋因事未能出席，真係好可惜啊！跟住落嚟係第三隊 S， 但係佢哋都因事缺席。跟住落嚟嘅隊伍係牛鬼蛇神，佢哋分別嚟自五 A 班嘅譚家豪、高善書，五 B 班嘅胡安俊、黃俊如，同埋五 C 班嘅鄧樂章。哇！佢哋係咪會表演 rock song 噶？睇個款就唔似啦，不過佢哋叫牛鬼蛇神咁鬼馬，其實佢哋個個都係柔情漢子嚟嘅。佢哋會表演 D.I.J 嘅愛情三部曲，包括《那裡只得我共你》、《只知道感覺失了蹤》同埋《經過一些秋與冬》。事不宜遲，去片。
DJ 上咗身喎、啊！嚇，我以為佢哋就係 DJ 啊！接拍落嚟就係第五隊 L， 但係佢哋都因時缺席。而跟住落嚟嘅隊伍係香港早晨。哇，仲唔係新聞狂迷？話說日日翻學咁早都冇時間開嚟睇。翻嚟啦，離曬題啦你。算啦，得我幫你講埋落去啦。成員有 5A 宋家善、5B 張敏坤同埋 5D 李欣怡。他們分別表演《繁星》、《Perfect》和《黑色狂米》。好啦好啦，去片 Go Go Go！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？
是我在暗里拼命相信，谁都可发光，只要找到地方，谁人都可发光，让我热情依然未光，曾经发现我是怎么看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，不要怀疑世俗眼光，同时自信让我做我的地方。变喎，乜原来而家香港早晨咁正噶？唔好讲笑先。系啦系啦，接拍落嚟嘅队伍系 Echoes， 成员分别有 3A 周文津、高浩云、3B 梁维君、3C 吴永南、余卓航。
佢表演項目係手書，你知咩嚟噶？你有所不知啦，手書即係用自制嘅畫面，再加音樂同埋唱歌而製成嘅一條片。佢哋表演嘅曲目係 Echo。哇！俾你講到我都有啲期待添，即刻去片。手書是這樣的，真的挺有創意的。是啊，他們很給心機的。而接下來的隊伍就是 Chang， 他們的成員分別有 5A 吳卓南、陳偉樂、麗康、劉曉莉、宋家善、楊柏橋和 6C 鄭卓熙同學。他們表演的歌曲是奇妙能力歌、一步一悔過和森林。咦，森林？我想飲歌喔。其實命運、哎好难听啊！你俾翻啲专业啲嘅嚟唱啦，快啲去片。
雨，看过大海喜欢下雨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你迷魂而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寂寞后变成热闹，经过刹那也怕城堡，经过天空拒绝飞鸟。就嚟到最后一队啦，最后一队系边队啊？最后一队就系 Casual， 成员分别有 3C 陈俊龙、3D 洪嘉熙同埋 2B 周千宇，佢哋会表演小传奇。咦，冇记错，之前好似 IG 见过佢哋噶喎。系啊，佢哋本身就有 busking 嘅经验，我都有 follow 佢哋嘅 IG 噶。哇，听你咁讲，佢哋唱歌实好好听啊！即刻去片。
若这是亲吻，我敢对天内发誓，虔诚地思想。咁多隊隊伍嘅表演都好精彩啊！唔知道今日最後嘅贏家係邊個咧？咁就要麻煩大家快啲去 E Class 投票啦！大家記得投心目中最中意嘅三隊隊伍，得票最高嘅三隊將會分別獲得觀眾最喜愛獎第一、二、三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邀請咗陳慧如老師同埋陳卓賢老師擔任裁判，評選出一隊最有創意嘅隊伍。兩個獎項分別勝出的隊伍嚟緊有機會會有實體的表演添，所以大家記得快啲去投票啦！多謝大家收睇比賽，拜拜。